好細個見屋企人俾我感覺跟住耶穌咧係好有意思。當喺福音，耶穌向門徒話：你跟我啊！咁咧我有感覺，所以可以講小學而家已經感受到成就，中學而家已經入咗修院嘅。之後我入咗聖言會，入咗聖言會一個神父話俾我聽。冇好少人去中國，你有冇諗過去中國？神父話俾我聽，人學經去中國，因為學中文係好難。但係我感受到，如果係天主嘅旨意，為天主安排，又唔使驚。由乜嘢只係依賴上主，而由上主會安排帶領你去克服困難。亦都咧，俾你喺每日嘅生活之中一個有意義，同埋不斷咁去了解上耶穌嘅召叫。最開心咧，都係耶穌俾呢個召叫。做神父25年，上主要我哋同佢合作，睇下點樣將耶穌基督嘅救恩。天主的福音为世人，虽然有很多人拒绝，很多人不愿意听，但是呢忽然间有人会有感觉，有人会感受到上主的爱，而他会归义，又或者有些旧友现在已经很久几十年离开教会，离开天主之后又回耶穌的身邊，這些我們看得到呢會有非常開心的事。我試過在醫院和舊友被富有聖事，家裡不是天主教，但是家人都邀請我去祝福他家人，這個是非常感恩感動，這個給我看一個很明顯的信息，相信神父有特別的恩寵，而这个恩宠我们知道不是自己，是上主的上主给的力量，上主给的恩宠，能够将天主的生命，将天主的希望给世人。当我们说我们的天父，天上的父亲，有完美的爸爸，而使到我们成为一个大家庭，所以试下学习努力去对别人，为屋企人，为兄弟姊妹，咁样嘅精神或者咁样嘅思想，令到你自己去接纳人，用心对待人，多数人会接受，会感受到一个接纳，感受到一份嘅爱，所以咁你好愿意同人哋沟通。我都會邀請他們追求耶穌基督，相信上主在我們身邊，多年聽福音，而他自己付出，相信耶穌基督是從天過來付出一陣，他又犧牲自己生命，所以如果你們年輕人願意服侍人，願意付出的，付出幫助人，找到喜樂，真的喜樂。你哋試下嘅，你哋會知喜樂嘅秘密就係服侍人，去關心屋企人，去關心你哋嘅同學，時時好有禮貌，你哋選擇咁樣生活，咁咧會其實同上主會起埋一齊生活，時時温一段時間前物片刻追求。上主的力量给我们力量，最后我们去祈祷，祈祷之后开始每日的生活，无论去学校见学生，去浸浴礼室或者举行礼室，去老人院或者去医院探病人，或者开会，都每日有很多不同的事 去做，时时会记得神主又同你一齐，你嘅依赖、你嘅力量、你嘅安慰，都学习喺耶稣身上攞出嚟，
咁樣咧，你唔會覺得攰。有時都可以打籃球，去打波啦，足球。有時都去跑步，做啲運動。佢因為人都需要做運動，需要放鬆，需要休息。Y el que quiera ser mi amigo, tres cosas debe tener: buena silla, buen caballo, buenas piernas para correr. Bienvenido el pavido Navido, donde está su esposa Navidad, componiéndose el vestido, arreglándose el peinado, la hija del pavido Navido, cordón del churumbel.